花花正在认真剥笋笋，突然花花嗯叫了两声，然后又自己埋头找笋，找到了，开始剥笋皮，然后又又又剥笋不易，花花叹气，好不容易又剥好了一根，给你给你，花花已经完全放弃抵抗，甚至主动送笋，是吧，反正我回家还有爷爷的手肉。